家好，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纳库的大冒险。哦，好，冲啊！这女的，搞不好她喜欢维克托。左边的箱子可以跳，不晓得，来不及了，我已经上来了。通常你看到的时候都已经太迟。太快了吧，这个！对，那个人无所有，而且印象啊，他有够可恶的。原本困难就够快了，这个更快。就算想要越过他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这样也不是很好躲。不是之前那一只啊，全反的。这只的特性是拖我，最后的也太快了吧！你在拖哪里？哎呀！我这么小，怎么笨呢？你打！如果他丢完毛之后，反而有一点空间可以打。得过哎、欸！哼哼，新形态。What？ 这莫老形态看起来超好笑的。哇！好烧的呀，可以把我拿来烧吗？等等啊，巨大化之后就可以直接打爆。
哇，被打个粉碎。那边进不去了，没有烧起来。来吧，是我。哦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！啊！哎，都是木头，没用。不是要往下丢吗？我不要去开那个门了，反正里面都是木头。我自己白白被打。我还蛮想要提交那个双电池，这样我就不用到三格满，就得把大招找地方放掉。哦，为什么要变那么强？刚刚不是打不死吗？一发打不死我吗？好吧，现在一发打了死我。压死！回去拿火。看不到路，很难走。
等一下，呱呱要重来吧 ？No！ 先解决奴的。他射一发，我说延迟比较短；射三发的延迟比较长。要看他射几发。No！ 呀，是你们！哎呀，这边是射一发的。我的考验，冲啊！哎呦，喷油的，不要从头吧？啊哈！我要在上面开一个蛋，还是说我可以绕过去？有可能吗？你别闹了！那么大一只，我怎么打得赢啊？打死这一只，然后吸收更多的木头上去，不然在上面打完就没了。OK， 快，到上面放个大解决。开始啦！有个门呢、欸，这样不就是逼我一定要打赢他们了吗？可以在这边挤满三颗再前进。但我不觉得我在挤满三颗之前打得赢，这么窄根本没有地方躲啊！好像还是行的。嘣！去死啊！啊，主要是一个日常知识。
好没死在这。巨大化，怕了吗？吸满，吸满。我这么大只欸，被秒杀哦。我还有大到可以不用躲。看火焰尖端木头形态那时候会有伤害甲。转过去就死了。给这么多，等一下是不是有很难的地方啊？这应该是类似高布林村庄那边的感觉。被他射死，哦 no， 没关系，如果是那时候那样子的话还要苦恼，你还会回去补一下木头。在哪？好的。先在下面打安全。要从哪？可是可以可以，我以为不能点火。那我可以回去拿日常之石吗？啊，不行，他不给我回去拿。
还是不能乱用。哎，火焰特效嘞 ，bug 啊！这游戏好像第一次看到 bug。 那我的木头完全都不会消失，好好哦！我回来就没了。哎呀，这边就不用重返了。 要走不进。哎，我怎么踩到嘞？ 可是一直持续一下下，技术是要是一直都消失，我就超强，超大值。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喜欢、分享出去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获得最新影片的资讯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